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。我看到水啊，水面上原叔叔落地的后面是山梁，山的背后砰一下子一个飞行器飞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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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地形的膜挖了洞以后啊，穿到那个山，穿到山里面哦，然后从山口里飞出来，飞出来，然后飞离地球啊，然后飞离地球，然后飞离地球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然后飞离地球啊，风，而且呢。从临界看还发出强光，飞出去的这个，所以看着头痛，所以看着头里痛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，知道，